算了，我真的好像不行。来，谢谢福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全明星蓝队的黄宏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明星红队夏虎阳。大家好，我是 Yellow Chill 的彭尊。好，可以了。完了，转那么好就没气势。好，来哦。不用这么拼吧，正式开始喽。好紧张。没装好。哇塞！太扯了吧！到了。8:33，下一个就是太阳。好了。6.25，我想要爆我们对阿行的料。你看他在比赛的时候都是那种腼腆笑啊，很可爱啊，然后一 cue 他就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他练习都是最凶的，真的，他练习超凶，然后超可爱。这不算料，我先示范一个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爆料。示范一个什么叫爆料？就是我们有一次在练一个项目，那个项目要非常用力，然后我们队友的许阳，他一用力。喷出来！这是什么？我们在抢球的时候，一跑，那就噗，每一个。许阳兄弟哦，他是全明星六级实习唯一有氮气的男人了。啊，我讲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一面好了，因为大家知道韦哲最啊状况不错，对，但其实你们知道我们在前面测试赛的时候，大家觉得他比较闷骚。然后我最近发现他蛮有趣的，像那天田径的时候，那个进就带嘛，那个花冠脚跳三步一台，他就是说中洞一台，门清一摸三台，然后说最后一趟哦，我们冲一趟哦，我说好，林玉娟呢？发现就以前不知道他是会讲那种冷笑话，他最近就觉得蛮有趣的。他感觉像安安静静的，因为那时候洪轩在旁边，他也吓到，他中洞一台，我就说你平常打多少？